抗晕比较厉害一些，特地选择了一下这个傻比傻较，等待。对。那边我看德鲁伊也换了哈，德鲁伊是血色，应该是换了联牛头部落德，是吧？对，部落的那个血牛头色德。小獾猫，名字都不错，名字都不错，都挺非主流。这边贼法德起手也是非常关键，我觉得我打贼法德每次起手都没有起手的，都是直接上去就被打出来了，这也是 非运常气的比伤较不感。好，被不明 AOE A 出来是吧？对，不明 AOE 一出来就。那有点心酸。这边开场看一下贼法怎么选择，第一波要起谁？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是要打丧，就是打术士，然后找机会转德这种有可能，或者是我觉得起手应该会打一波萨满吧，因为白白的应对该吗？起手，萨满应该会起下。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也会可以，萨满对。来看一哎，下，闷术士闷果的然是术要打萨士，满吗？但是没哦，有直哎，接选择术士，直接选择交齐了血章。然后盗贼呢？盗贼在干嘛？盗贼在还在等，盗贼还在等，盗贼哦，直接闷起的术，哦，直直接接选起的择术锁士，喉升了级了术士，但野满德这边直接一个偷没了有盗，还到，偷了这边脑袋，冰环满上追一到张满被追到，推了，看完是吧？这个推满追到不了，错，满身的德直接转了野德这边。这边这是波选大择伤害用那要个战接了一斗个满贼羊，接了个满羊，哦，果然是，然后这边野德非常危险，看一下盗贼这边有点追不看上，能不能被接到术士二捅羊？了，对，直接。天降杀机下来，打一波伤这边害，要这直波接术过来直 link 接了，转转珠大，直接转果珠然大刷要了，对，稳稳的给了个link。看转珠大刷，珠大刷怎么说？开启了这晕，个，二晕，对，狂暴化身打，感觉要被 A 崩了呀！这第一波打完就感觉要被 A 崩了呀！这个升腾，他这个萨满这个升腾什么都没交，然后野德这乃德这边直接野心都没抬起来，宁静野心宁静看能不能抬起来，这边要被断吗？没被断，还好，没断，没但断，铁没皮断，给自己，给自己挺过。对，然后这边术士开启第二个黑火，感觉要爆炸了。这个法师直接选择交起冰箱，还不错，撑过这一波了，最起码看一下接后边打怎么打。然后这边野德其实是没有章的，看找一波烟雾弹能不能黑一波这个野德。我们来看这边能不能控上法师，这边满吹的术士，看能不能法师能不能控到萨满呢？控不好控，并不好控，太难了。这边满身的野德，然后给一个烟雾弹，这波大伤害，看萨满位置，萨满是不是要过去给技能？萨满就在外边等着吗？就在外边等。萨满升级到根基了，升级到了根基上。对，我根刚基刚有个不发现，错，然后直接开免打断加满，直接一个灵魂行者 N 次漂亮。然后这样的话，感觉压力有点给的不是很足了。这边野术萨感觉现在有点断 DOT 是，这边 DOT 只能给到一线盗贼，因为法师和这个术士和这边乃德都在卡着柱子位置，在柱子边上感觉有点。然后这边术这士边一的个话，确满实可能羊，一会个被裸法师羊，针对，是个裸一羊，个一裸个羊，小然后羊。满身，然后偷了术士，吹了术士，又打这个，能不能二羊萨满，能不能换羊萨满，能不能换羊，能能不能换换吹，吹，换吹萨换满，吹很关键，三羊能不能换吹竹大刷很关键，一个吹风漂亮，一个满吹吹风，交张 link，哇，一交个嚣张张 link 令，这个，大哥这个反反慢了，反空了，刚对，才大哥这个反确实确伤实害是没留有给用德好，的，只不过刚才反空。不过现在我们对，来一看下那给反个，空了。这边野兽下这边给贼法德这边压力现在也是不小，这边不过法鲨有冰对，箱，德鲁伊再交起树皮，这边应该会等，到底要等一波灯。等一波灯应该会满身打一波，现在只要德鲁伊保住命的话，我们还有下一波机会。不过下一波野对，德我们看张盗四十贼这秒波之后已也经要慌好懵了。了，直接一个满肾看打一波吗？对，这波大伤害直接出伤害，天降杀机下来，是不是要接一个杀戮？有没有杀戮？这一次哦，升级杀戮又直接上，被升级捅又断升级了，到了根基上，升级又升级直到了接根被基上。断了。对，而且这个是被断了，你没发现吗？这个对对对，可以，盗贼的大杀狗老戮，师红恐能吓杀力戮，两刚才次。要杀完的话，感觉应该是这边哭泣就已经死了。大哥这边做这的边非又是常一个裸绝，羊，这边又是个裸哇，羊，那挑拨个这些吃哎呀，裸这羊边吹满耳朵，身，又是一个满肾，但这波这波伤害应该不太哦足。是猪形态，猪形态还好，这波伤号不对，是很而高，且一个暗盗贼的穿，话和法师伤害都不太捏够，了一一个个满满口，盲，满盲一个满盲，这波德鲁伊好像压力并不是很大，贼法这边伤害并不是很足，对，确实伤这害波不是满口之后应很该足。看你能不能接上地减羊，地减羊之后，其实我觉得应该先接两个地减吹的话，有可能会接到满羊，不过现在这边应该贼法德应该会选择跪一波吧。应该会选择跪对，一感波。觉现你在这个不状跪的态实话，在是野德太只要出糙来，一个了。满晕就要死了。果然一个满晕，一个满打一晕。波竹大刷，又一个满流血挂上。这波竹大刷手里三线是 DOT 开了一个 A 起铁来，皮，对，野德马上就化身了，看这波要崩了。哇，果然是看着啊，这边马上3秒钟，2秒钟，虽然满环到了萨满野德，但是哎，野德这波压力也比较不大，过有看戏，怎不么过有戏。说这波啊，地点地偷，点然地后点第特二别羊接，萨了，地看点能不羊能这边重吹逢到，龙这腾，边直接吹吹。吹，果然哦，吹被还是大哥被，俩人反了，接到了一个 link，然后野德果然狂暴化身开起来，要带你们走来就了，开始要横扫一切了，这个对基本上对，这贼哎，法德这边但是被凿了一算了，下，反这正边没有盗冰贼还不箱，错，对，一个凿，
那野这牛边也还好，奶其实牛能感觉吹一下上不野起德，来了。我奶德现在有点难吹，看嗯，他能不能活一波，吹一下野德来缓一波。不过现对，在估到计那没什边么开机会闪避，了，感特觉别还是是要这几死，年被的。打的13%的血，感觉太危险了。又是一个剩了个猪形态，这猪形态你肯定打不死，兄我弟，觉得现在应该买伤肾害丸太之后，接多。着吹一下野德，可以选择吹一下野德，对，伤害哎，控这制一边下。大克老师开启了这个，这又开起来个黑火，黑感觉魂，要炸了呀！这边主打不装是备满一个快满这边开刷晕，刷，哎这呦，盗贼这要样死好了，难盗贼要受啊！死。不过盗贼出对，了盾墙也是非常稳，不过对，血量盾满墙二还十不也没错，有5层盾掉。墙，不过这边五满大羊这八边的是屌蓝，爆，二对，羊满屌羊爆这看边直满播肾，又肾又接加了个腰烟雾弹。弹，能不能接到吹？主打说但是被盲孔了，接不到吹，好难受啊！这边术士没有人反的呀，术士这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把术士放太开了，这实在是不太好。我感觉他不应该是这么着，把术士这个伤害还有控制放得对，这么是这开，样，每一波术士这个恐惧都都是拆火做开的火非常线，到位，每次拆火都对，做是的，到位。这样不太好。我这边贼法这这边波主大主大伤也杀感是觉蓝蓝也，已经要也空是不了，多对，了，蓝已经对。快要空了。不过而且每回我们发现哭泣做的小细节非常到位，每回都是肾的猪形态。但这波贼法的伤害感觉比较高，这波是不是又是个双控，然后打德，接哎满满门，闷到了萨满，漂亮，我有萨满张，有张呢，有张，我嚣胶张胶 LV 看经典吹，起来8%我嚣漂张亮漂打亮，死，漂亮这个哇漂亮，太漂亮了，嚣张 LV 这经个典接吹。控接的太漂亮了，这主打刷这波接控接的太漂亮了，是的，这个屌爆这一场打的也是不错的，也是我看到他是刷新了图腾，然后用身用用那个用根基挡了两个瞬间，但是他这一场刚才我觉得他那个满盲应该嚣张，因为他嚣张肯定吃不到闷，然后因为他没有 link，他如果说有张有 link 的话没关系，你只要交一个递减或者说一个最后一个控制技能就嚣张直接加一 link。下联盟，这样的话术士的伤害会高一些，野德也会有一个影盾可以来挡一挡东西，这样的话看看他们是会不会有新的这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吧，因为刚才他们用的部落，觉得可能。伤害差那么一点，因为有几次确实一丝血也是可以击杀，差那么一点可以击杀掉的，也是被强行刷了起来，有可能也是部落这边伤害要差一点的原因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一场看一下联盟这边有没有什么，其实刚才并没有什么，就是说升级啊，因为升级没有接上羊啊，这种都比较少，对吧？刚才也没有说就是这个兽人也没有体验的非常淋漓尽致，因为毕竟你德鲁伊没法选兽人啊，你除非你德鲁伊能兽人，对对，吧？只能选个牛头人，血牛头量人多一些，多血一量个多一点。晕，但是晕的话有点递减了，有点没太必对，要。也没什么用。所以我们来看我们解来法德，看这一边还下是要哭取个泣。先手。嗯，是的。看一下哭泣会不会被抓出来，看一下双方潜行的位置吧。这边盗贼过来，能不能抓到？擦肩而过哎，啊！擦肩而真的是差一点点。然后盗贼直接选打择一波满身的萨。萨满，打一波萨满，然后偷了数，因为这个他知道控不太好控，对吧？哎。大萨满没声了，怎么啊？感觉没打出来压力啊，一点压力都没打出来那啊！边果然还是奶的，回来还是转了德，回来还是转了德，他们还是在骗。我这一这边波盗贼伤直接害，5%的人血，类能不的能伤控害制实在是太高了呀！开斗篷？哇，这个伤害实在是太爆炸了。这边这个盗贼还在进攻的同时，自己已经被打出了斗篷，然后打我出了这个额外升伤级的接血满晕。羊，羊到这边满身的德鲁伊，又是猪形态，又是猪对，形态。一用状态，哇，哭泣这个细节做得太好了，真的。我一这个边递有减接晕，力我这一波点伤抽。害。伤害比较嗯，高，能不能接到对，自己果也然要这张看。图我们可以看到，根本就不好控萨满，直接接了一个满盲，我接不到那什么的话，萨直满接这嚣选择张，徽自己章，选择直接嚣对，张。直接嚣张。但这样的话，感觉他们并不是特别好打，因为这边萨满手里的加血技能还都在，然后哭泣也有徽章，然后升腾这个叫什么化身和这个升腾萨满的技能都有。这样的话，反观这边主打刷手里已经没有迅捷，然后当然迅捷是小技能，咱们不说了，就。野心也都已经用过了，这样不太好打。三个人打算归心柱子里重置一波，续一下 DOT，估计想脱钱，看一下能不能脱钱。不过这波那个哭泣也拖钱了，我觉得这对，边那这要样的是打这话波其实，并不是太优势。不过我刚可以看到人类第一波伤害确实高，这波如果下一对，波非噬常敏爆的触炸，发，打盗再开贼直那接被个，打傻了。对，再开噬敏的话，我估计下一波黑魂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伤害估计要爆炸了。我们来看下一波，嗯。这边因为哭泣这边化身还是没有开的，在化身没有开的情况对，下，这边野性已经交掉了，这满边拍满的主开。打刷，然后这边还是要圣洁萨满能不能活到，看很关键，满一个环的，满满环，环的。上了萨满，然后剩了哭泣，但是感觉这波伤害并不太足，术士直接开启黑火反打，术士根本不管，我才不拆火呢，就是打伤害，是不是？就这是波你，因为感觉对，感觉我非这边常开放启心，化但身三偷了朱大刷，这感波觉朱主大打刷刷非铁常危皮给险，了自己，双树皮都给了自己，对。也是要强盗行贼保也护是一直在打佯攻，看闪避往后撤，非常难受。因为这波到野德的这边伤害非常高，然后这边已经没有免伤了。看一看主打刷能不能撑过这一波。
对，然后能这这边么又花是满血，圣了，满估圣计劫直交接章，选择交几个徽章，对，圣然后劫圣劫劫在萨哪？满，能不能还？估计也还不到了，这个被太拍难到了，了，被拍了一对，下。没有，对对对，羊也被断了，也没有还的。我但这一图波大，他这边转非转很常危危险险的，啊，根只本剩没血百分了。之十几的血，萨满也在一直搓火球，两发火球攻线上，这波也得打百分，哇，还是被打死啊，了。还被打死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恭喜一下这个，希望110级能好一点，然后获得了一场比赛的胜利。现在要第三场比赛，又到了赛点，又是非常精彩。对，我们因看一为下我这把发伤现，害啊，我们你可看以下啥？看一下这把的伤害。这把 Duck 老师加上这 Cookie 一共打了将近1000。